新庄真理堂举行十五周年感恩礼拜，见证多年间神给予的丰盛恩典。首先由石班献诗，此首诗歌为教会基督徒自行创作，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向神献上感谢与赞美。礼拜的重要环节是主任牧师带领所有与会者一同宣读礼约文。恩教圣灵天天充满我们，将你的爱及话语浇灌下来，并且透过一到三招的操练，天天读经，时时祷告，处处分享，自己遵行你的旨意做门徒，也带领人遵行你的旨意为主的门徒，完成大使，找到自己的角色，建立更多的团队，关怀服侍更多的人。高堂牧师也透过经文鼓励基督徒要连结于神，多结果子，邀请现场所有人进行立约行动，在果子形状的小卡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并贴在葡萄树上。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，看见上帝的国度要降临在这块土地当中。谢谢主，愿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您的订阅和鼓励，我们才能持续做出优质的影片内容。若您有感动，欢迎点击下方奉献连结，您的支持将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愿神祝福你，阿门。